请你慈悲开个亡人吧，叫赵美玉，二今年往生的。赵是都不是你家的人啊，姓赵的赵都是佛友啊，你不要一个人不要看这么多，都是佛友是吧？是全是佛友，我不为家的人问的。啊，最后一个了。赵美玉，嗯。什么？赵美玉？姓什么？赵是赵赵，姓赵的赵。赵美是美国的美，玉是玉石的玉，赵美玉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今年四月份。嗯，不是太好。哦。再念六十四张小房子，让他推到阿修罗高一点。他现在在阿修罗，他刚刚攀上。哦，好的，我让他们这样的念。好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